我对我们中国这航天事业，很期待。我觉得未来10年内，我们中国就是可以实现登月。因为我看到他采集到了月球的土壤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之后会利用这样的土壤去，结合国内一些农业的技术，或者是一些种植业的技术，可能会在这方面有一些新的进展。因为肯定，去探索月球上的土壤的话，肯定还是希望能够跟我们日常地球上的生活相关的。我是这样感觉。The ground shakes.